八个大小，还真是我写的字儿啊。让它转一圈，看似好简单也好难。对，这个行，丢出去绕。哎，对了，差不多，往下。八个造型。有没有感觉到饮料的重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？没有，完全的死。你会发现在这个没开封过的饮料里面，就是您刚才这一张签过名的独一无二的扑克牌。厉害呀，厉害呀，好厉害呀，还真是我写的字儿啊。 OK， 送给您做纪念。哦，谢谢谢谢，预祝您在厦门的演唱会圆满成功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